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宋玉婷。一年时间又这样过去了，有台体校园新闻直播中心所拍摄的第三季体坛园丁也到了尾声。在这一年里，他们一样透过镜头谱出许多基层的感人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年里的动人故事吧。我与其不要这些冠军奖杯，我宁愿不要，那我希望可以换取可以在这边有第二个十年，第二个十一年，继续跟这些小朋友一起练独轮车。你的梦想是什么？成为少年捕手。啊，是这个样子吗？不是。要不要认真练？不要。看我，要不要认真练？不要。看我。Thank you.
的这一年来的点点滴滴，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各位在荧幕前面观众朋友的回忆呢？那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其中一部的主角们来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当时拍摄的心得。让我们掌声欢迎从车城国小而来的游泳队教练陈永祥教练以及姚俊宇小选手。大家好，我是车城国小游泳队教练陈永祥。大家好，我是车城国小游泳队姚俊宇。非常欢迎两位教练以及俊宇来到我们现场。那时候得知可以就是来到现场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紧张呢？非常荣幸，而且非常紧张跟兴奋。那俊宇呢？俊宇那时候知道可以来上节目，心情有觉得既期待或者是很兴奋吗？有，第一次来台中啊，就是希望可以来可以来这里看体育大学的训练环境啊，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这里练习。非常好的就是想法哦。那今天真的有这个机会可以来这里看看，那我们先来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好了。先请问一下教练，就是最近车城国小的训练状况，还是一样要每次都要搭公车到恒春市区去做游泳训练吗？是的，我们还是依照我们的训练计划继续如期的进行当中。了解。那俊宇呢？俊宇有觉得自己最近训练状况怎么样吗？虽然过去的时候很辛苦，但是还是会在路上跟大家聊天，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更坚定的友谊。了解。俊宇今天很紧张吗？对，有一点点紧张哦。没关系，今天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我们聊完了近况，相信就是今天代表车城国小来的教练以及俊宇，一定还是非常坚持的在完成梦想这条道路上所努力的。我们的采访小组呢，在这边也替第三季体坛园丁车城国小游泳队剪辑了一个精彩片段的回顾，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你的梦想是什么？我是少年国手。啊，是这个样子吗？不是。要不要认真练？要。帮我。看完了精彩片段的回顾，不晓得有没有勾起两位的那时候受访的心得呢？教练先好了。看完刚刚的片段回顾，发现到真的充满了喜悦跟感动。那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游泳池的表现，其实值得嘉许跟鼓励。也谢谢体大的采访团队来采访我们。感谢。不会不会，是我们的荣幸。那俊宇呢？俊宇有那时候觉得很特别吗？有两个大姐姐带着摄影机，就是跟你们一起潜到游泳池底去拍摄。有，因为如果出丑的话会被录下来。所以那时候有特别要保持自己的形象吗？有。所以有游得特别认真。了解。那相信对车城国小来说一定是一个难忘的经验，对我们采访团队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在看到更多在基层有一群小泳将以及教练继续的在基层扎根。那其实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一位泳界的大明星来跟从车城而来的两位一起聊聊他在游泳这条路上的心路历程。让我们掌声欢迎有九金后之称台湾体大的游泳队教练杨金贵教练。台湾体大游泳队教练杨金贵曾在2007年全运会拿下九面金牌，素有九金后之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体大的游泳队教练杨金贵。
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金贵教练来到现场，跟从车程而来的陈永翔教练以及姚俊宇小选手一起来聊聊天。那首先先问金贵教练一个问题，有没有看过我们这次第三季体坛园丁车程国小的专题？有，我有看过。有齁，那那对于车程国小每次要做游泳训练的时候，需要舟车劳顿的搭公车到恒春市区去做训练。教练有没有什么对于这件事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首先对于他们每天都这样舟车劳顿，我觉得很佩服他们的毅力。嗯哼。但是我觉得只有他们出自于这个喜爱游泳的心，我觉得只有他们这样的心情才有办法怎么讲，就是更有目标的去达成。嗯哼，这样了解。那对于他们这样的行为有没有特别赞赏或什么的？就是教练就是很用心啊，教练不管是教练也是跟着一起搭公车嘛，所以就是也是每天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这样。我觉得长期下，我觉得教练势必一定会也是会有点疲惫，但是他不会表现出来。嗯哼，对，我是教练很佩服的地方。了解。那听完了杨教练对于车程国小每天舟车劳顿要去做游泳训练的看法之后，现在来交换一下，陈永翔教练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金贵教练呢？想请教教练的是什么样的原因跟动机让教练可以坚持游泳这件事情，可以坚持一二十年这样子？因为我在我国小的时候，那时候成绩都一直平平，但是一直进入到国中阶段，就是比较属于正规的训练。但是正规训练大概两三年之后，我就觉得好像怎么遇到瓶颈，就一直成绩没办法进步。但是那时候我就一直相信，我就脑中就一直一直相信，一直怎么讲，一直很有一个念头跑出来，就是说我一定可以再进步，一定可以再突破，所以就那时候就一直撑下去。但是结果一撑就撑到就撑了二十几个年头，一不小心就撑了一二十年。对，那其实也创造不少好成绩出来嘛。是，也是。对。那教练还有什么问题想要继续请教吗？那想请教教练在以前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困难或是什么样的趣事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以前小时候，我记得我每次都在迷你的游泳池训练，但是室内的，对。但是那时候也是教练，负责接送我们，就是训练的时候就一站一站，就接送我们，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一站一站，然后到达训练的时候，就是比较会遇到一些困难，就是可能泳客都会反映说，为什么我们用的道数跟时间这么长，他们就会有点小抱怨。对，然后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游泳池它有一个户外的一个小型的滑水道，所以我每次都很期待练完习可以赶快去玩滑水道。就是这比较好玩的事情这样。俊有发现吗？杨教练小时候跟你一样都要搭车才可以去练习，有没有觉得自己跟杨教练可能有一点相似？有没有期待自己以后变成跟杨教练一样厉害？有吼。好，那陈教练这边呢还有问题想继续问金贵教练吗？很想问教练的是在国小阶段你认为他们需要受到什么样的训练才是符合他们所想要的？我觉得国小阶段训练，我觉得不要太强求于一定要练什么肌力啊，或是体能，或是什么耐力训练，我觉得就是先培养，先把他们的兴趣跟打底先打好，比较注重兴趣跟培养他们兴趣跟注重技巧的部分，因为技巧我觉得真的蛮重要的。对，了解。那今天相信这样的对谈对于双方来说一定都收获满满。对，那其实今天节目呢也为了因应圣诞节，邀请我们的三位来宾跟我们一起制作应景的姜饼屋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吧。今天非常高兴可以邀请到三位来宾来跟我们一起动手制作应景的姜饼屋哦。姜饼屋材料：姜饼、蛋白糖霜、糖藕、糖果。那我们现在就动手来制作吧。好，俊宇。俊宇有盖过姜饼屋吗？有，大班那一次。我们边做边聊好了。对，相信就是在对，我们要先用两片姜饼来做底。俊宇，大班的时候盖过姜饼屋，那现在还记得吗？有点忘记了。有点忘记了，那今天要不要回想一下？有。好，那接下来就交给你喽。
就是你们你要教我句快点，杨教练需要你教他。你要告诉教练下一步要做什么吗？我摆错饼干了。对，你摆错饼干了。没关系，我们今天可以慢慢盖。那我这边有问题想请问金贵教练，有曾经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盖过姜饼屋吗？没有，没有，我只是第一次做姜饼屋。很紧张吗？很紧张，因为我很怕会倒。不用担心。那这个紧张的心情跟第一次比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是带点好玩的那种紧张，但是比赛是真的是很紧张的那种感觉。那陈教练呢？陈教练也是第一次。对，第一次做。你要不要用蛋白糖霜先把中间的先封起来，粘起来，不然它等下底座会一直动。俊宇，快点，这个姜饼屋就要靠你完成了。怎么粘啊？怎么粘？看金贵教练怎么粘。快点。要先合起来。要先中间合起来。好哦。接下来底座好像就这样完成，非常简单。对。那再想请问一下杨教练，就是曾经有就是比赛的时候啊，在圣诞节出国过吗？是没有在圣诞节出国，但是有看过雪，看过雪。在日本的时候有看过雪，下雪的时候。了解。那会希望俊宇跟你一样吗？当然啊，因为俊宇你要加油，你以后就可以出国比赛。因为我小时候也是都没有出国比赛过，一直到长大才有。会想出国吗？会。会想去看雪吗？会。那你的姜饼屋要不要一起盖？不要紧张。再来是对。还是。横的好了，因为怕对横的，怕它太高，到时候会盖不起来，所以我们可能要先在底部粘一下。底部粘哦。对啊。这样。距离呢？你这边完成到哪里？这样子，小心哦，你的姜饼屋看起来要倒喽。那陈教练呢？陈教练有曾经就是在节日的时候，就是用什么样特别的方式去过节吗？没有哎，因为以前都是在体育学校都是团体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过节的活动这样子。了解。那有曾经想带小朋友一起过节吗？就可能比如说端午节啊，或者是圣诞节啊，交换一下礼物什么之类的。有，有计划在他们，在有预想说，在一个端午节带他们去进行农作的活动，也是跟水域有相关的活动给他们进行。对，那相信小朋友一定对于。水上活动一定是非常感兴趣。看来就是三位在泳池湖畔是非常矫健的身手，到了我们圣诞节姜饼屋也必须要先把那一些矫健的身手先摆一边嘛。是啊，俊宇手不要抖，有没有歪歪的？有，赶快把它矫正。那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不会，没关系，反正没有人，没有人规定姜饼屋一定要长怎样，我们开心就好了。会不会摧毁？会不会倒啊，俊宇？哇，看来俊宇不止在游泳方面有天分，在盖姜饼屋这方面也是非常有天分。小心，小心。还是很的。还有糖果，必须要粘好。杨教练看起来不像是第一次盖，真的，对啊，盖的蛮不错的，至少房子没有垮，还像一个姜饼屋。你要粘什么？爱心？还有吗？还有别的吗？有星星哎，还有粉红色的爱心，要不要粘？不要。这个要改粉红色的。要吗？好，改粉红色的。看来两边的姜饼屋都差不多快要成型了。上次盖的姜饼屋有这么可爱吗？没有，没有。上次盖的是长怎么样？差不多，然后就垮了。好，
好，没关系，今天这个会成功，它还没垮。巨鱼盖的这个好可爱哦、喔。看来两边都差不多快要成型了，可见这次盖的是算蛮成功的，都没有倒掉。好了，杨教练这边 OK 了，怎么办？你被超过了，杨教练追上来了。俊很坚持，要把所有糖果都粘上去。如果没有办法，蒋教练这边也是，所有糖果粘上去才算是完整的姜饼屋啊。啊，啊掉了，偷丢进去。没有，他自己掉下去了。看来在盖姜饼屋这一块、嗯，我们还是得向小选手致敬。去，最后一个。哇，恭喜俊宇完成你的姜饼屋，好厉害哦、啊！你真的是第二次盖吗？第二次，你确定没有自己偷练？就圣诞节前叫爸爸妈妈赶快买来，好吃吗？好吃，好吃。好，那其实两边的姜饼屋都盖得差不多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环节呢，就是大家最期待的交换礼物啦。那大家现在看到桌上摆的呢，就是三位来宾刚刚亲自动手制作的姜饼屋，最重要是大家期待的交换礼物、嗯。那我们今天车城国小这边准备了一份礼物、嗯，那杨教练这边也准备了一份礼物、嗯，要来跟俊宇交换。那俊宇，你等一下把礼物给教练的时候啊，你要跟教练介绍一下你送的是什么礼物好吗？好，好哦，好，那你先把礼物给杨教练好了。你要跟教练说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台湾有名的土地公庙福安宫的一个礼物。嗯，就是为了要让教练平平安安、事事顺利的礼物度过每一天。哇，谢谢，好有心哦，好棒哦，谢谢。还有，还有准备，还有，还有，哇。然后还有，这是我们车城国小自己制作的一个一本绘本《土地公的点钞机》。嗯嗯嗯，哇，看起来好精美哦！怎么办？主持人也很想要。那俊宇呢？俊宇这边要收到杨教练什么礼物？有很期待吗？很期待是什么吗？有哦，有哦，好，你一定会用得到的。用这个，很类似，你可以拆起来看，没关系。拆起来看，我们现在坐下来拆礼物好了。好，那你猜的时候，杨教练会告诉你这是做什么用？你猜看看，快点，快点！圣诞节最期待不就是拆礼物吗？要怎么拆呀、啊？就直接把那个撕掉，对，这个撕掉就好了。对，哦，是什么？叫什么吗？就是防水袋，就是给你装湿的泳衣、泳裤、泳镜、泳帽。刚好需要，对，刚好我知道你们需要，所以就是准备了这个。很喜欢吗？嗯。有没有谢谢杨教练？谢谢杨教练，不客气，谢谢你的礼物，谢谢。好的，那这次的圣诞节啊，对于三位来说一定非常的难忘，对于我们来说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邀请到三位来宾来到节目现场跟大家聊聊天。我们第三届体坛园丁呢，在这边也画下一个句点，也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多多支持由台体校园新闻直播中心所制作的体坛园丁系列。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